今天的主题是宽谈直指心念处。这个心的奇妙，真的是令人赞叹不止。在一方面，它是问题的制造者，也就是说，它是不断在给我们制造痛苦的。然后在另外一方面，它又是问题的承受者。所谓的痛苦，所谓的压力，就是心在认知，心在感受的。也就是说，心它是一个会自己给自己制造问题这样的一个奇怪的东西。你如果你要去分别一个人他到底是禅修者，还是是一个只是活在宗教观念里面，习惯的在进行着一些宗教的仪式，一个简单的区别的方法，就是你看他平时有多么的在关注、融入在所谓的心，所有的佛法、所有的解脱道，他都是在讲这个。当你开始在关心你自己的心，我们一般我们会听到别人给我们的建议是：你的注意力不要外放，你的注意力要往内看。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建议，注意力要往内看，你可能你会有一个误解，你以为往内看的意思是指地理区块方位的里面，所以你就往你心脏的那个方向看，你往你内脏、往你肚子、往你的身体的内部那个地方看，然后隐隐约约的你就出现了斗鸡眼，隐隐约约的你就在用过度用力的眼球在往内盯，好像在修所谓的内视一样。其实往内看，那个内，内在的内，它并不是指区块，它不是指一个地理的位置，它指的是你能不能够暂时的摆脱开那个一直被现象吸引，那个全然沉浸在现象里面。当你沉浸在现象里面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你所有的动作都是贪跟嗔，也就是说你在跟现象在拉扯。你要么你是滞留在现象里面，迷醉在它里面的内容；你要么你是恐惧、畏惧、逃脱、抵抗着现象的内容。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，你的心它所耗的力气，是在跟境界的互动上面，你的心就没有余力能够知道啊，他现在正在这样子做，这是他眼前的用力的方式，这是他眼前在跟境界互动的方式，这是往内看的意思。所以，当你在修学心念处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你是眼睛要睁得大大的，在外面寻找什么东西，也不要以为你眼睛闭起来了，你是要往那个心脏、胸口、身体的内部那个方向看。你任何一种的眼珠上面的用力，你任何的一种
在观念上有聚焦，要到某一个区块，它都会增加压力，并不是说你要做到压力100%的消除，你才有能力能够关心。但是，如果你能够大程度的去发觉到没有必要的压力，没有必要的用力，那么你观察心的方式会容易趋于自然生力，甚至无为。在自然生力趋近无为的觉知当中，你特别容易去分辨什么是经验那朴实的质地，什么是起心动念、费心耗神。也就是所谓的星星。我们在过去有讨论过心念住，它主要就是在了解、在观察所谓的心境。然后心境是什么呢？举例来讲，当前是高兴的，是沮丧的，是安定的。是躁乱的，是涣散的，是融入的，是心里面带着仇恨的，是心里面不带有任何的仇恨的，等等的，这些叫做心境。如果你抛开这些观念，你直接的去感觉那个当前那个心呈现出来的方式。你很有可能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好一个程度，心它像是水一样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在全然安静的池塘里面游泳的鱼，你可能会全然不知道，你是全方位的被水所包围。那水是在那里面，在外面，它无所不在。但是你对于水是如此的习以为常，所以你不觉得有水这样的一个东西。但是在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到有水呢？就是当水出现波动的时候。那好比说，当你努力的游泳往前进，你所遇到的阻力。这个时候，水的观念变得特别有意义了。你忽然之间发现到，周遭有跟你摩擦的东西，姑且把它叫做水。当那个波浪、当涟漪出现的时候，它在轰炸着你，它在打扰着你。这个时候，你忽然之间有水的观念，水。变成一个具体的，你可以觉察的对象。心也是这个样子，那个解脱者的心，它因为超越了心性，所以你说它有吗？那像是空无一物一样的，全然没有阻力感。它虽然是无所不包，但是你是可以全然的遗忘它的存在。你要勉强要形容它。你不得已，你得这样说，他什么都不是，他没有一物，他无所有，无有可得。你看不到他留下来的任何的痕迹，你看不到他所出现的任何的痕迹。佛经里面形容说，像鸟在天空飞过，你看不到它所留下来的任何的足印。那鸟在天空飞过，它没有留下任何的波浪。但是在什么时候，心它会变得特别的明显，我们开始感觉到这是一个问题的所在。开始就像禅修者经常讲的，心如祸源，那心是你的那个困难、麻烦的来源，它经常是日以继夜的在逼迫你，在困扰着你。因为那个心事，所以你睡不着觉。
因为心事，所以你吃不下饭。你很有可能眼前那么努力的在修行，在寻找着答案，就是因为心事痛苦啊，内在的辛苦。本来你没有觉知到的水，它为什么忽然之间出现的阻力是如此的明显？它为什么变成是一个困扰你的东西，一个具体的阻碍感？因为动作出现，摩擦出现，所以所谓的心境，你也是可以这样子了解。心境是什么？本来心你是看不到的，摸不着的。但是当心境出现的时候，你忽然感觉到高兴、愉快，你感觉到沮丧、悲哀，感觉到忧愁、恐惧，它是如此真切的在困扰着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要修学心念珠的话，一个很好的下手点就是把它理解为像水一样的，你这样才感觉到这个水它的流动、它的触感、它的冲撞力，它产生的摩擦，你在里面是怎么游泳的？在很大程度上面，心念珠，它跟身念珠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。我们在修学身念珠，以身体触感、以身体的活动作为基础的禅修的时候，有一种方法能够让你很快速的融入到触感里，在身念珠的基础上面进入到身的定，去做非常细腻的观察跟调整。那个方法就是放下观念，直接的去感觉触感，去感觉你身体的触感。我们大部分的人在感觉身体触感，他的感觉的方式是拖泥带水的，也就是说，它里面夹杂着很多复杂的观念。好比说，眼睛你现在闭着，你想到你自己的身体，你说我要来观察我的身体的触感，很有可能脑海中马上浮现出身体的画面来，你的身材、你的长相、你当下的坐姿，甚至你呼吸的时候那个气流，它怎么样进出你的肺部、你的胸腔、你的丹田，它的那个进出，那都是在你的内在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你可以观想到。会出现的了这些概念、这些形象，但是如果你能够暂时采用像是盲眼瞎的角度一样，你是不依赖你的眼根，不依赖你内在那个呈现影像的这个功能，而是全盘的去感受那个单纯的触觉的这个层次。当你用这样的方法去感觉你身体的触感的时候，你特别容易能够在精细、微细、难以形容的定境里面，去开发出深度的对身形的了解，深度的对身形的调整。你在这样的状况当中，你对于身形的直觉是特别的敏锐。同样的，你修学心念珠，也可以用类似的手段。你试着抛开掉没有用的观念，没有用的想象，直接去感觉到那个内在，那个心它的波动。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心的波动
好抽象哦。那么我请问你，你是怎么知道你当前的心境？为什么当前的心境会是你的困惑的来源、你的问题的来源、你的快乐的来源？因为你感到心的流动，因为心的流动，所以才呈现出心境。心境就是心行产生出来的结果。你当前会开心，你当前会忧虑，你当前会恐惧。它是一种你具体游泳的方式，你在水里面跟水互动摩擦的方式。它所产生出来的涟漪，它所产生出来的摩擦的感觉。用同样的角度去感受你的心，个别去留意到什么叫做心的波动。如果你觉得你感觉不到任何心的波动，那么好了，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呢？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心的波动。你如果你感觉不到心的波动，那为什么你还会觉得你有问题呢？你有苦恼？你觉得你有问题，你有苦恼，在主观的经验上面，当下是难受的，当下是不耐烦，当下是难以安住的，当下是有个刺，有个心事，有个重量。那是因为你具体的感觉到心的波动，去留意它，暂时放下那些多余的诠释、多余的想象，直接在触的层次上面去感受到那个动。放松，放下那些没有必要的用力，包括像没有必要的眼珠子，它的聚焦，你那个眼球，它的肌肉过度的使用，放下那个你可能脸颊、你的脸孔期待着的微微的紧绷，去了解所有经验的呈现，通通都是心。你不需要特别的专注在哪一个区块，你不需要像守株待兔一样的死盯着一个小角落。那个镜子的每一个角落，它呈现到的都是境界。然后他说，呈现出来的境界，它通通都有共同的一个特质，这是觉知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眼前呈现出来的是任何的一种心境，不管你认为它是多么的难受难熬，多么的惊涛骇浪，多么的恐怖惊悚，那质地都是，那是一个觉知状态。没有被觉知的不叫做经验，所谓的经验就是被觉知。如果有帮助的话，试着去理解当前的这种触感，你的心它的这个触感，它这种流动的方式，它所产生出来的摩擦，它所产生出来的重量。是不是因为你的内在的皱纹所造成的？就好像外在你的皱眉头会呈现出某一种表情，那个皱眉头的样子，那个形象，别人看得见。同样的，在你的内在，因为你在皱着眉头，你在皱起你的内在的肌肉，
所以使得心它出现皱纹，它变得有挤压的感觉，有压迫的感觉。可能你感觉到的水流，它的那个水压是相对强的，那水压不断在往前冲，你可以感觉得到水压它的涨，它的冲，你就知道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具体的感觉是什么？所有的那个内在用力，它所产生出来的水压、水的流动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，那个特质叫做苦。解脱道里面讲的苦就是这个意思。它不是一个抽象的，不是一个人生哲学上面的，人生是苦，人生是乐。他讲的就是这个起心动念，他讲的就是这个心的波浪流动。你的内在制造出皱纹，水压往前冲，放下。多余的、没有必要的，全是单纯的感觉。在你感觉的同时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微调你的注意力，不要因为你在看着心，就变成不知不觉的死盯着，不知不觉的过度的用力。你不需要这样子的，心所有呈现出来的经验。它都有觉知在里面。你不需要用力，心的质地就是一个在知道自己的状态，所以放松。你不需要拿这个摄影机追着某一个境界去捕捉某一个影像。你更像是好好的躺下去休息，躺进那个不需要用力的状态。那个心啊，本来就是质地。然后这种躺进去，你要怎么样确保？你是在用功的状态，你不是进入到一种放任的、涣散的、无际的、没有用的状态。你一方面你又要能够无功用、放松，你另外一方面你又不要掉入到涣散的、无际的、没有用处的一个简单的该注意的地方。就是清醒，不要被无明跟可爱所覆盖了。只要你能够清醒，不被无明可爱覆盖着，你可以什么都不做。这个看起来什么都不做，好像是一种懒散，好像是无际，好像是一种。没有进步的状态，但是你只要念住在离欲，念住在放下，念住在正知，那么那些病态的、不自然的，也就是烦恼，也就是你的心境的扭曲，因为过多的用力、不自然的造作。这些惯性，它就会自动的被消磨、被减弱，因为过去支援它的那些惯性、那些下意识的动作会越来越没有立足的地方。
所以你大可放开心，放松，轻松自然的休息。但是你的内在是清楚、坚定的，摆脱开贪的力量。随着你长时间关照你的心，你会变得越来越有智慧。这个意思就是，你就算没有刻意的要去控制、要去调整你的心境，你的禅修一开始的起始态度、起始认知，已经会给你莫大的帮助。你的禅修越来越不需要是强迫式、控制式的，越来越不需要是薄膜矫正的内在跟自己做搏斗。你会越来越懂得水性，越来越知道游泳，越来越像一只鱼，到最后你会忘掉周遭都是水，你会忘掉水的存在。圣者的心情，勉强要形容，就是他就像是一个无心的人，没有什么样的重量能够被他认知到说，说啊，这个叫做我的心情，没有任何的向前的驱动力可以被他形容说，这个叫我的心情。他是在水中徜徉，忘掉了水，不知道水的自在的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智慧呢？你不断的去观察你的心，它能够抛出来的各种的把戏、各种的现象、各种的幻法、魔戏的戏法、障眼法。各种的障眼法，你都冷静的，不被他动摇的，了解他，直接的从我们刚刚所讲那个心的动，心的动就是苦，这样的角度来了解。然后你很有可能会发现到，原来那个心里面呈现出来的各种看起来复杂的现象，实际上这些现象彼此之间是没有纷争的，它是不会互相的挂碍的，不会互相的阻挠、阻隔对方。当你活在那个贪的世界里面，当你是入戏，当你那个注意力是灌注着，是关切着那个相的内容，你忘了管你的心。那这个时候，因为你的想象力，因为你的关注力，它所赋予的力量，你会觉得现象跟现象之间是有摩擦的，是会打架的，是有纷争的，它彼此之间是会互相障碍。你不管你是一个多么的有修养的人，多么的与世无争，那无明没有断尽，在你内在的基本认知里面，都是心在一边，境界在一边，一直处在这种对立的状态。心在一边，境界在一边，那心就会跟境界打架。境界跟境界之间会打架，有很多的摩擦，很多的问题，然后你不断的在脑海经，在你的脑海里面费尽脑筋、脑力的想办法解决问题，解决问题，你就是在试着要调和那个境界跟心的摩擦，那个境界跟境界的摩擦，
可是随着你的智慧的提升，你会越来越知道，这是没有必要的。你甚至在没有需要费心耗力的调心之前，你的起始的认知，你起始的认识已经是这个出现的一切都没有威胁，所有的威胁都是来自于你的想象力，来自于你的注意力错误的灌注，你的意志错误的参与，这一切都没有威胁。所以，不管你禅修上面你遇到的是任何的一种盖障，没有害怕，你是平心，你是直心，你是无畏的面对。当你有这样的起始的态度的时候，奇妙的是那些盖章，它更加迅速的融化、被超越、被消化，它不是真的盖章。当你如此的这样子的关心，你越来越会发现的，那个心它的质地是直直，直直就是指的说。它没有扭曲，它没有凹折，它平滑到什么样程度？平滑到它跟你一点摩擦都没有，它不造成的问题，它不是一个困扰的问题。而且这不是一个教条，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，而是如此清晰的。在当下，最真实不过的触感，它就是如此的宽坦、直直，没有曲折的。心的这种质地，它不管用什么样的形象幻现、呈现出，它都不构成你，它对你来讲都不会是障碍。你是鱼，你不会被淹死的。你可能会发现到，所有的经验，它的出现，它之所以出现，是因为它已经伴随着觉知，它就是觉知。离开经验之外，没有别的觉知可得；离开觉知之外，也没有别的经验可得。一切就是干净光亮。一切所呈现出来的，它都是无法捉摸的，它没有执爱的，它不构成重量。那个重量是来自哪里？来自于你在梦里面试着要去扛起梦境里面的东西，所以在梦里面你感觉到辛苦。你在梦里面，你看到你要走的山路，你看到你要扛起的重物，心里面已经感受到辛苦，已经感受到压力。虽然在梦境里面的一切事物，它是没有真正的重量可言，除了你内在的用力之外，梦境本身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重量可言。你看，大部分的佛经，它的内容在提供修行的技巧，但是有一部分的佛经，它什么技巧都没有讲，它的唯一的内容就是在称赞圣者的心境，在称赞那个。解脱出来的心，被释放出来的心，它的美丽，它的庄严，它的没有重量，没有负担，完全不构成一丝一毫的问题。然后这样的佛经，这样的说法的内容，有的佛弟子听了，他们也是得到大果大福利，得到大的突破。
得到烦恼的超越，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事情啊！这些经典呢，没有告诉你修行的方法，它只是告诉你，心是可以解脱到这样的程度。世间的人类，有的心已经释放到没有一物可得。这就是我们说的"摩尼解脱"的意思。你光是听到这样的境界，你不要那么急切的先否定自己。哎呀，那个离我好遥远。你平静下来，去承担，去相信。我的心的质地也是如此。终日终夜去参这个最高级的禅，最高等的参禅，最高等的参禅就是环绕着你的心，去看看这个不断困扰你世间所有一切问题、所有苦恼的来源。它是怎么样制造出问题的？你是如何不断的去扛起重量？你是如何的不断的在内在皱起眉头，去不当的使用那个内在的肌肉？所以，原本你感觉不到的水，它出现了摩擦。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一起享受安静。若比丘于此世身及外境界一切相，无有我所见，我慢细浊时，是名断爱缚，诸劫断诸爱，正慢无间等，究竟苦边。